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2022年代表民进党参选花莲县长，当时他背后全程警戒这位皮肤黝黑、身材壮硕的随扈，就是现任花莲县吉安分局月眉派出所所长李世勋。两人选举时就形影不离，遭报大谈不伦恋。古拉斯不仅疑似算好排卵期和李南约会，两人还有意生小孩，连名字都取好了，叫做 Lucy。李南说想要我们的 Lucy， 古拉斯还说我的 MC 来了，Lucy 没有了。两人还有亲密代号。李南填称 Gulas 你是我的圣母峰已被占领， Gulas 说只有你一人登山。6月17号，赖清德前往花莲成立信赖之友会，事先知道主持人就是 Gulas。 李世勋的妻子还坐在台下，全程拿着手机搜证，两人似乎也知道正在玩火。李南曾不安地说我们身份悬殊， Gulas 回我会身败名裂。